还一个，嗯、怎么了？我很好奇一件事情，本来这个上面这个板子都是猪吗？啊？什么？就是这个上面图案板都是猪吗？嗯，我不知道哎，应该不是吧？原本是元素。哦，原本是元素哦。他就什么版本换什么吧。干，巫妖王带着三只猪，然后左边是炎魔带着四只猪，还有一个小鬼。好像那猪好像很烂的，因为猪可能他们是小弟之类的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那代表他这个就在暗指说，就是猪其实都是小弟，拜托不要玩的那种感觉。为什么？就是他就是负责拿来被骑的、啊，他这个猪这种东西，反正他就是一个就是然后死也不会怎么样的那种感觉啊。是吗？对啊，他这张图的意思不是这样吗？可是如果猪很烂，那你不是更烂吗？猪很烂，然后你就什么更烂？你啊？为什么很更烂？白痴！你现在去他妈的高雄找一只山猪，你看到你跟他打起来是不是？不是哦，他就不敢打我吧？那猪怎么很敢打我？你以为是他妈家里吃的猪肉？你看一下他的獠牙好不好？那如果你跟猪对打的话，你会输吗？大废话，干他妈拿塔扣他！猪很强哎、欸，你哎、欸、那个猪那个。猪可以，这真的可以把你顶穿呢、欸？怎么可能把顶穿？看猪，看猪很缓慢呢、欸，它猪走路很慢、欸。猪很缓慢，猪不是可以时速跑到40公里吗？是吗？对吧？猪不是很笨吗？不是笨笨的吗？猪笨笨的吗？你聪明吗？嗯，蛮聪明的，算聪明吧。跟猪比的话，智力一定是比他高。可是我感觉，有时候智力也没什么用啊。他的机体太强大了、哦。有人讲，我老家养猪的，我堂弟被猪撞到骨折。看，真的假的、啊？真的？他有猪有办法把人撞到骨折哦？猪应该可以把人撞死啊。如果车撞猪，那这样子猪会死还是我车会坏？干你娘！当猪会死，他讲废话。猪会死，车也会坏。车会坏吗？看什么车？我觉得车可能就会应该。你以为你是开坦克车去撞猪？不是，我想说，像你们讲的猪很屌一样。猪很屌啊！其实猪很强哎、欸。那我再问一个问题：猪跟袋鼠如果两个人去打架，谁会赢？猪跟袋鼠两个人去打架，啊、猪吧？屌，这个袋鼠跟袋鼠很强哎、欸，袋鼠跟鬼一样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你要想想看量级的问题啊！你想想看，那跟拳击道理一样，你那个袋鼠的量级，感觉打猪好像没什么路用、欸。不是猪，那个袋鼠它全都肌肉哎、欸。袋鼠全都肌肉。对啊，你也要看是什么猪吧，说不定有那个放山猪，它每天在跑，也全都是肌肉。是吗？那如果猪真的这么屌的话，那人要怎么抓得到猪？反正不是用手抓了。不是每次人要去抓猪的时候，都会十几个，然后才会抓到一只吗？不是有远距离的兵器啊。哦。冷知识：猪是世界上排名第三高的智商的动物。猪是世界上排名第三高的动物，那其他动物也太笨了吧？它比猪还笨哎、欸！比猪还笨？不是，我觉得那个是大家的刻板印象，把猪设计的就是感觉笨笨的。什么？我第四名，厉害嘞！范林老师，这是鬼片吗？嗯？欸、你相信世界上有鬼吗？我相信，我跟你讲，现在有人就在里面抖《鬼影实录》这种东西。可是你真的相信世界上有鬼吗？我相信啊。那你觉得鬼是飘来飘去还是爬来爬去？我觉得鬼是爬来爬去、欸。嗯。我认真觉得鬼是用，就是它是在地板上。完全浪费时间跟你聊天。为什么？啊？你又看过咒怨哦？不是，你不可能用电影去当作是真的鬼吧？我是说你自己想象它大概是怎么样子的，怎么可能真的在地上爬来爬去的、啊？有可能啊。那给他一双脚，到底要干嘛？不是啊，就像是我们给你一双脚，
你也不会去跑步那边坐着啊。嗯，有道理。对啊。可是我要去一个地方，我还是用走的、啊。那你还是叫车嘛？你是懒得自己走过去？可是鬼还鬼有那个鬼有马车是不是？鬼没有啊，所以他就是可能比较短，走的路比较短，他能去的地方比较少。哎、欸，聊天室有没有人真的有遇到鬼的、啊？我说是真的那种，就是你看到就觉得，干他一定不是人类这种感觉。你遇过鬼吗？我就是没有，我才问他们呢、啊。你在老家时常看到？干，我是讲认真的、欸，你们不要在那胡聊好不好？干一大堆人那个鬼的那个都是蛮胡乱的。我之前朋友说他老婆是看得见，然后有个人在路边卡车上面坐了好几天，他问他同学，别人说没看到。这种感觉都不能算是看到鬼、欸，啊，不然呢？这种感觉比较像是就是眼花了，或者是就是没有办法真的证实啊。因为我之前住在阿信那边的时候，然后突然旁边有一个女的，然后站在那里，然后我走一走，她突然不见了，这样算吗？啊，你在阿信家的时候吗？在住阿信那边的时候。太可怕了吧？对啊，我自己就觉得还好啊，就是干她可能只是走比较快。他干嘛了？他不见了，你懂吗？他不见了，对啊。对啊，太可怕了吧？什么意思？就是我的感觉就单纯他不见了，就这样而已啊。就是啊，可是你们家经常会有出现女生吗？不是，他不是在我家里面。哦，他在你家外面。他在我家外面。啊，你家住几楼？我家住三楼啊。哦，他是在窗户外面还是在？没，他在马路上面。哦，他在马路上。哦，那还好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那我后面啊，那他只是路过而已啊，不是？我就觉得他是路过的啊。啊，那为什么？那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所以我觉得还好啊。我觉得这样不是啊，就我觉得这样子是不是的，你懂吗？就是应该是说这样子是我没办法证明他是，可是以我的视角来看，他很像是。他没办法这么快，就是他站在那个地方看我，然后他不见了。你懂吗？我觉得没办法，那他有可能躲起来了，可能躲在车子后面什么。可是正常人会这样吗？不会啊。就你我的意思是这样，就是他不会，他正常人不会做像这样的事情。嗯。那我外送。看过女生卸妆后，这算看到鬼吗？凌晨两点看到一个白衣女子飘来飘去，走近发现她在玩滑板。干你啊！这到底是啥小啦？哎，蛮好笑的呀。你自己有在桥下看到一个当初猫王装扮的鬼跟你回家？你猫王跟你回家了吗？还是什么鬼东西？猫王跟你回家？那你本身有真的就是有看到鬼过吗？就是目睹？没有啊。没有，就走一次，就是你觉得很奇怪的女生这样而已。算蛮奇怪的吧，这样还不够奇怪吗？那你本身相信这世界上有鬼？我相信，可是我又干我很矛盾呢、欸，就是我不相信别人有遇到过，可是我又觉得这世界上有，你能理解我在说啥吗？我觉得以正常来说应该要有，嗯，其实简单讲就是我没遇到。那你自己有想遇到吗？不会啊。